本人对于就是恋爱的年龄限制是几岁？因为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2岁的时候，我见到他1.73，然后呢，他整个人都很土哦，而且他看到女生他就很厌。就你们能想象到周星驰看到我的脸的时候那种？就我想选熟一点。所以你要选我吗？找一个就是可以帮助到我的，可以帮我赏心悦目。好像，因为我叫黄明浩，他叫潇潇，我负责好，他负责笑，我每次都把话说得很大，尤其是现货，因为我们是好笑的。好笑。现在仿佛来到了《爸爸去哪儿》，我都跳不动了。好了。放过潇潇好吧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潇潇，其实我从小到大看着长大的。爸先打分。我们一分出来怎么样？那我们重新打一下分吧。不想去找别的小姐姐了。今晚要看我吗？